吃饭，今天炒的这个肥肠配这个盐焗鸡。先卤后炒的。先放一边，有点硬。这大肠头。凉拌的莴笋，这家的盐焗鸡味道做得特别好，但就是太硬了。估计可能是几天没卖完剩下来的。哎妈，累死了。拜拜。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吃这个啤酒鸭，先把腿放一边啊，还有炒的这个笋子炒辣椒。
这个啤酒鸭跟这个猪脚都是我比较拿手的菜。这个糯米粉我们吃的是新满厨他们家的，这款不知道我多介绍了吧，没有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，没有漂白过，原笋颜色，配料就是竹笋水跟食用盐，一包248克，这款回购率特别高，这款主打的口感就是比较软。好好吃哦。大鸭腿，这个选择放辣椒一炒都可好吃。